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oseph。那么有常看我影片的观众应该有时候会发现我的牙齿好像不太好，就可能在笑的时候这颗会不会看不见啊？或是我昨天在吃饭的时候，这颗其实是假的，在吃章鱼的时候，它复仇的感觉就把我的牙齿给扯下来了。我牙齿会不好，就是小时候没有看牙医的习惯。那长大之后呢，有时候想要去把它补一下，或是去治疗一下的时候，就会碰到这种经验不太好，那个牙医在弄的时候就觉得，我不就来了吗？所以呢，今天就是要来一次把牙齿都给治疗好，因为有业配。你是说那边请坐哦？你去哪？好的，大家有发现就是你只要围上这种类型的东西，就好像没有什么行为能力嘛。先让大家看一下我到底牙齿目前的状况是怎样呢？一大堆缺的牙齿，还有断掉的牙齿、破掉的牙齿都很多，下面还有那种倒在底下的牙齿，他们都躺着牙齿。对，你是平常吃太多槟榔？没有，我完全不吃槟榔，因为我咬不动。其实，等你全口重建做完之后，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吃槟榔。然后可能要把牙齿做大颗一点，它不会断掉。你给我反驳啊！一直在。他舒眠之前，我想问，当牙柱有什么需要具备的专长吗？只要肯努力、肯认真就可以了。你会努力吗？我很努力，因为我刚刚来稍微敞看的时候，我发现你们牙医有三层楼，而且都装饰得非常漂亮，然后抱枕是爱马仕的，我有点吓到，让大家来欣赏一下。所以他来应征牙柱是可以，我这样的姿色是可以应征牙柱的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非常好。果然还是有靠姿色嘛，有点赌博末世路的感觉。你是会吞药的人吗？我很会，而且是胶囊类的，特别会。简先生确认一下我们今天要做的流程的话，术后的部分的话，也可以继续提供药物给你。谢谢哦。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。你有他牙柱的衣服吗？没有。你想穿？没有吗？没有啊。你没有看到？没有看到。你刚刚没有看到？没有，怎么了？你是那种人吗？哇，它里面那个是钻吗？就是这一间是 VIP 室嘛？对。然后我刚看到这边有酒，就有时候我们治疗完，然后病人可以放松一下。是给病人的吗？对，比较不牵涉到麻醉的部分。有些疗程比较不适合，你能懂哦？对啊。你有抓到那个笑吗？好看啊！你们就知道谁是真正的酒鬼了，不是我。你会紧张吗？不会啊。你每一次来都舒眠吗？对啊。会玩那种你从一直到十这种游戏？刚开始会吧，后面就不会。你现在看起来像一只很乖很乖的小狗。不知道会结扎。那你睡着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会干嘛。你要去换那个。换那个衣服啊。对。牙柱的衣服，你想得美。你只往上躺哦。躺。头枕的部分还可以吗？可以，谢谢。看起来太舒服了。我想要被送去外太空去冷冻。See you at a thousand years. I hope you alive.哎，讲真的 ，IU 那个是没办法嘛。你现在很像喝醉死不回家那种人，为什么闭眼睛？为什么他现在看起来像有吃槟榔？我想问一下，你是谁？你在哪？你为什么在这里？真的超特殊，应该没有漏吧？哎，你们没有换衣服？等下上厕所的时候要小心哦。嗯。怎么会是两个女生？我们单买的吗？那我们可以去 VIP 室休息一下，怎么样？有感觉吗？越来越有感觉，我觉得我下次可以尽量再加重一点。哎呀，凯文嘞，不要过来啊！我们可以再交一万吗？去再。你说你上一次来才是第一次跟医生聊天？对，就是通常都只有在。咨询室就这边，就在最后聊天，然后因为我比较矮，所以我都不会看他，我就弄。我不相信你刚刚那一段没有上字幕的话，有人听得懂你在讲什么？这边麻掉了啦，等下再找 Josh 弄个白白刷。这段已经演很多遍，重复三次，真的吗？几让白白刷？那你是喜欢男生还是？你很无聊哎，走开走开啊！这才是真情流露。这是爱，我们的爱。
注意药物的部分，然后我们注意饮食的部分，就是不要抽烟喝酒，因为抽烟喝酒的部分比较会影响到我们伤口的愈合。那可以拉筋吗？那可以拉筋吗？拉筋应该是没有问题，有风险，最怕对方也会割伤、刮伤，因为有些人会说刺刺的。什么东西？我记不起来啊。一天几次？我不知道啊，三次，因为三次太多了啦，我34岁了啦。纱布如果万一出血的话，咬着要多久之后再拆掉？我通常是不会咬着啊，通常咬着是其他人。他通常现在好像不管讲什么，观众都会原谅我。啊，这个嘞？漱口水，就警察漱口水，他没有什么。我不知道，有酒精啊，所以你不可以自己补。啊、你知道出夜店这样子，很像被做了富二代。你知道我是谁啊？你知道我爸是谁啊？救一下，等一下补一个出去外面这样子的画面。我先买单了。帮你们下一家。他们每个礼拜要换一次衣服，然后下礼拜是粉红色。你有注意过这件事吗？没有，因为我每次出来的时候都是这样子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们自己。很厉害。那就是。哈哈哈哈，观众朋友们喜欢吗？如果你喜欢的话，直接退追踪没关系。好的。